我们今天论坛的最后一场演讲是邀请到台湾微软代表，针对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8 APP 的开发来进行说明跟经验分享。请掌声欢迎台湾微软蔡孟儒蔡先生。谢谢。大家好，我姓蔡，叫蔡孟儒。那目前服务于台湾微软哈，那在台湾微软目前所待的一个单位，主要负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Windows APP， 不管是在平板上或手机上的技术的支援，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各位的游戏啊，如果说已经上架到 Windows 平台之后呢，那我们负责去做行销推广的部分，我们也会这边会去做帮忙，所以大概我们负责的部分大概是这里。那所以说今天的一个主题呢，其实大家看到基本上就是新蓝海的这个主题哈。那微软在这一块其实一直有这样子的承诺，在这个 APP 的 ecosystem 上面去做加强。那我会在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一些 best practice 的介绍。那当然也会去稍微提到一下说台湾微软在地怎么样去帮忙 indie game developers 或学生，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在地的这个游戏厂商，怎么样去做协助，会在这个地方会做说明。其实今天从早上到下午，大家听了很多的 game 开发，不管是 indie game 啊，或者说成功的一些经验的一个分享的部分，其实啊，很多的主题都会 focus 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 VP 的部分，我的 value proposition 在哪里。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画布跟大家做分享呢？其实一个好成功的一个游戏啊，其实前几天的时候我才跟一个 indie game 的开发者在聊，他就他所知，他的 community 里面其实有蛮多的部分是花了很多的心血制作了一个很好的游戏，但是却没有一个方法去让适当的人去下载他的游戏并试玩，而且最后是获得成功。我这边获得成功的定义很简单，叫做损益两平，叫损益两平。那我们不但希望说我们这个 game 呢非常好，很酷，很 fun， 很 fancy， 很多创意，而且让使用者很喜欢去玩之外，其实这个画布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是各位想要可能要去看的。所以基本上我今天的主题会围绕在这张画布，说在台湾微软这个部分怎么样去帮忙把这个画布做填满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大家有看到我的主题其实就在这里，我们的目标课程除了 iOS 的 platform， 除了 Android 的 platform， 其实微软的 platform 我们怎么样这个地方去做 reach 的一个动作。好，我先从这个画布做开始做开场。接下来呢，这边是大纲，其实大纲我刚刚提到了大概简单的三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我会分享一个成功的案例，我们来看这个成功案例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去做学习的。花了一年两年的时间开发出了一个好 APP， 我怎么样能够去 reach 到 Windows 平台下的这个使用者，而且能够 outperform iOS 的平台或其他的平台。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跟第三个部分我就会简单介绍一下说在平板及手机的蓝海市场我们怎么样做利润分享、广告机制跟技术的支援等等。我在写这一页的时候还真的写错Windows App 的市场到底有多大。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一定会马上去问的，到底有哪些 Windows App， Windows 手机到底卖出多少支，平板到底卖个多少， Windows A 上市之后传闻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基本上会很就是尽量诚实的跟大家分享一些数据。第一个 Windows Phone 到底卖出几支，其实我这边 highlight 起来说这11月初才刚 release 的一个报告， IDC 出来的报告，也就是去针对前面四家手机的这个 OS system 来上面去做报告。你们看到其实 Windows Phone 虽然说好像 surpass 了那个 BlackBerry， 但是在市占率的部分是 3.6%。 那 3.6% 的话是到底是多少机子呢？ IDC 的报告其实是稍微有点保守，其实大概是1000万的机子左右，1300万，也有其他的报告是说大概1300万，这是一季一 Q3 最新的一个数据。那再加上以前买 Windows Phone 的手机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保守至少预估有1000万到2000万的手机在市场上这是手机的一个部分。平板的一个部分跟大家做分享Windows A 在去年10月26号上市以来，到现在今天11月
快十一月底嘛，对不对？大概一年多左右的时间，大概一年多左右的时间。那目前这个是三个月前的数据哈，也就是 Windows 平板卖出了1亿套，好1亿套。那当然我们回来去看这整个 pie chart 的时候，会发现说，哎，虽然是还在成长中啊，当然说 Windows 8加 Windows 8.1 的市占率目前在这个整个 OS 的 pie chart 里面是接近 10%， 接近 10%。 那这些我都是拿这是第三方的这些数据来跟大家说这件事情。所以回来我刚那个问题，到底 Windows Apps 的市场到底多大，到底多大，其实大概简单加一下，这是保守的估计，因为三个月之中 Windows 8.1 上市，再加上很多的我们的活动，其实应该是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所以有1亿1000万的潜在使用者是在这边的，不敢说这边是最大的，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忽视的，我要这样讲。1亿1000万如果要达到数十万的下载数的话，只要1/100，也就是100个人有下载你的 APP 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你再仔细去看一下，说其实一个人下载 APP 的数量，放 download 下来之后还常用的，一个人平均大概20个，我用保守估计也是20个，也就是什么，只要1/2的下载量里面有一个是你的 APP， 你就可以达到数十万的下载量。数十万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基本的门槛，去评断说你的游戏是不是有被大量去做使用，然后能够成功，你可以从使用者上面去赚到钱，或甚至是达到你的曝光的目的。所以这个部分我要提到一件事情，它已经到了一个门槛，是你不可以，是比较难去忽视的一个市场。第二个，这个市场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哈，1/1比1/30，其实我是讲1/100,000跟1/30,000，这1/100,000怎么来的呢？是目前在 iOS 上面的 App 数跟 Android 上的 App 数，他们基本上在这两个平台目前都宣称差不多是1/100,000左右。Android 是说它比较多啦，iOS 也说它比较多，不过大概我初估大概是1/100,000。那30万是什么呢？30万是在微软的手机加上平板上面的所有的 APP 的数量是大概30万，也就是你买了一个 Windows Phone 或买了一台 Windows 8，在上面下找 APP 的时候，是1/3的竞争者，同样的 APP 在上面去做竞争。所以这个部分呢，当然以微软的观点来看，会觉得说哈 ，so sad， 比较少一点哈，那我们要去赶上。但是以开发者的角度，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新蓝海市场。所以我先分享这几个比较网络上都查得到的比较公开的数据，让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好，在进入我的真正的主题之前。那另外一个提到的是呢，其实刚刚的一亿千万是一个保守的数字，那不管是从各种角度来看，我们来看到几个市场，其实它的 market share 的成长都是还蛮快的。那在各位在读取这些数字的时候呢，其实我不想要一一 go through 所有的 market 成长速度多快 ，double digit 等等的，因为毕竟我们的基底相对来讲比较低嘛，对不对？所以这没有好讲的。可是呢，我请大家看两个市场，一个叫做日本，一个叫做欧洲。日本是一个相对像还蛮大的一个国家哈，那一个开发中国家，已开发的国家，而且使用的 base 非常的大。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微软的 Surface 卖得比 iPad 好的一个国家，所以日本是一个国家。第二个国家，第二个区域呢是欧洲。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相信是因为 Nokia 在欧洲的关，在北欧的关系哈。绝大部分的在欧洲的国家，像德国啦等等这些英国啊等等的，那在 Nokia 的手机的占有率都是大于 iOS 的哈。那是这是几个部分，跟大家分享的。好，那几个比较数据上的分享之后呢，就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说，一个 indie game 的一个 app 如何在 Windows app 的平台下载会在10倍于 iOS 平台的一些经验的一个分享哈。那这个分享是来自一个游戏哈，叫做 Conquer 哈，它的我第一次看到它的名字还不知道怎么发哈 ，Q-O-N-Q-R。后来我去读了他们的介绍，才发现知道叫 conquer 就是征服的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呢，基本上conquer 看起来就是像这是好像是 Paris 来写巴黎嘛，它就是一个征服的游戏。那它是这个游戏呢，在去年的
March 三月份的时候，同时在 Windows 跟 iOS 平台去做上市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较基准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它在每一天的 download 数全部都高于 iOS 上面的 download 数，当然有一些是大环境造成的，比如说三分之一的这个竞争者等等等的哈，然后甚至有一些州是 reach 到10倍以上的这个10倍以上的这个 download 数，那这个边是Conquer 目前一直到截止到现在目前的一个状况。Conquer 也是一个3人的公司组成的，一直到目前成长到7个人哈，它是目前是一个7人的团队，好，到他接受访问是11月，所以到现在还是7个人的一个团队在做这件事情。那目前他已经达到数十万的使用者，不是下载数，使用者哈 ，hundreds of thousands 的使用者。那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一个 achievement。然后他们的 revenue model 是基本上就是 IAP 哈，有 in-app purchase。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下他们 IAP 的一些小秘密。然后他目前的后台呢是跑了4台的 virtual server。然后它基本上游戏的方式其实相对来讲还蛮简单的哈，我一玩就大概知道了。它基本上就是真正世界地图，有很多的 city， 纽约、台北、台南、高雄哈，你可以去在你的所在地去选择你目前的根据地，然后你必须保护你的城市，你可以攻击别人的城市。简单来讲，它是做这样。那在你 conquer 越来越多的城市的时候，你就会赚 credits， 那这 credits 你就可以去买更好的设备啊，更好的防御啊，更好的武器等等等的。它简单来讲，这个是这个样子。这位 CEO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为什么你们的游戏在 Windows Phone 上会表现得比 iOS 好？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是，他没有说，因为我的 APP 很有创意，我的 APP 设计非常好，我的 APP 的 story 非常赞。他没有提这件事情，他只提到一件事情，叫做 App Visibility， 并不是说这个游戏没有创意，没有好好的 design， 没有好的 story， 并不是，而是他强调一件事，叫做 App Visibility， 就是说怎么样能让更多人去使用到你的 APP， 去看到你的好，再介绍给你的亲友，甚至持续的跟他们之间去做互动。毕竟 CEO 去掌握了这个 APP 上市之后，不只是风评而已，他要考虑到这个 Indie Game Team 的成败。我刚刚讲成败，我对成功的定义很简单，损益两平，甚至要赚到钱。好，那他分享了几个点，我就一一跟大家做介绍。加干单，这很简单，就是 Windows Phone 的 Store Marketing。 那这个部分其实虽然简单，其实是在 iOS 跟 Android 平台是比较相对难去做到的。那这个部分在各地的微软分公司可以去帮忙比较有 quality、比较有品质的一些 game 去做到 promoting 的一个动作。那这 promoting 有两个部分哦，左下角的话，也就是说，当你上你的 Windows Phone 市集的时候，它就会放在精选，不管你是放在游戏的精选或者 overall 的精选。右下角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网页的部分，不管是 Nokia 或者是微软自己所提供的这个 Web APP 的 Portal， 也可以放在精选。你想说啊，就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的效益是很大的，这件事效益很大，我就分享几件事情。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或 Windows Phone 的平台都一模一样，你的 APP 下载数要高。所谓下载数很简单，就是让使用者去试玩你的 APP， 看好不好玩，黏住你要把它黏在上面去。都是前几名的 high ranking 的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在 iOS 你开发之余，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做 marketing？ 不管是你去买广告，通常是没有钱买广告，那你就知道透过 core 相传，那就很辛苦。基本上就要到 high ranking 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呢，不管是在 iOS 或者在 Windows Store 或者在 Windows Phone， 都是做到这件事，都是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各地，我刚刚提到一件事，微软在各地的办公室是有这个权限去提名一些优质的 APP 上在，放在这个精选里面。刚提到说好像很简单，但是它的效益是很惊人的哈。那这边是我们几个跟那个 APP 的厂商直接去就地在地合作的几个经验，不是把你直接放在精选，你就会 outperform。像我自己随便写一个 APP 啊，我如果放在精选的话，通常是大概3倍而已，大概就是200%、300% 的 APP 下载数，
的成长而已。通常要搭配什么 APP 的 campaign， 比如说 discount， 比如说某种武器赠送或等等某一个限定时间的某种一个特定的 account 特定的 campaign 搭配精选，那这部分就会有 outperform 的成长。那可以看到说它一个就是说它不止，有时候是不止三五倍，有时候甚至到十倍以上的这个下载率，而且它的持续的时间还蛮长的啊、哦。因为通常我们的上精选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星期啊、哦，大概是一个星期。这是另外一个例子哈、哦，也就是说，它之前你们看到前面一大段时间，其实它都并没有上精选。那后来怎么样去被微软当地去选择说这个 APP 是有high quality 的，比如说它参加比赛得前几名，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微软可能看到说这个部分还蛮值得去栽培的，那这部分我们就去跟这个团队去做访谈，说你愿不愿意搭配一个 campaign， 搭配精选的部分。好，这是第二个例子。那第三个例子是 Chimpact， 它其实是一个游戏的软体啊，游戏的软体，它也是搭配这样子的一个精选，会达到这样子的效果。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而且在地的微软团队都可以去帮忙你们的一个例子。刚讲的是第一点，那第一点的部分是需要跟微软的团队或是 Nokia 的团队去做简单的一个合作。那怎么样去让在地的办公室去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方法。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我们外面有 booth， 你可以交换一下名片。那第二个方法其实就是类似像比赛的部分，等一下我会讲一下我们在台湾目前举办的一些比赛的一个例子的经验。那第二个他认为 secret 的部分是啊，他在平板上面开发了一个不一样的 APP， 完全做叫做 Command Center， 叫做 Command Center。大家知道是 Conquer 那个 game 是他必须，他是要去争夺这些 city 的主导权嘛，所以他是提供一个 administrator 的一个 mode， 在你的 Windows 8的平板里面做一个 APP。那讲起来好像功能上没什么，其实它重点是第二句话，一样叫 improve overall exposure。也就是让你透过不同的 channel， 你可以去把你的这个 APP 的知名度打开。Windows 8的，在场不知道 Windows 8的这个 Store 呢，是你不用买平板，你用旧有的 laptop 升级 ，Windows 7升级，你都可以去 access Windows Store 上面的所有的 APP。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有一台旧电脑、旧 PC， 我在游戏上下载了 Conquer 这个 game。不管在 iOS 上或 Windows Phone 上，我在 Windows 8上，我都可以再弄滑鼠，我去操纵我的这个 Command Center。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互补的效应，不但在功能上去做补足，而且它想要做到一件事情是，它要去打入这个 PC users 的这些 visibility， 希望可以让他们看到这个游戏。所以这个部分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可能是在前面的几个，其实我刚好听到前面几个讲者都有分享这件事情，他们参加比赛得了很多的 award 之外呢，其实他们这个东西是一个线上的游戏，所以他必须要去维持跟这个线上使用者的一个互动。所以大家提到第一点的时候，他可能只是想到说，哦，原来有线上论坛，弄 Twitter， 弄 Facebook 去做发布说啊，我有这个游戏怎么样。但是其实它最重要的是一个互动，它维持一个跟使用者说，现在哪一个使用者的排名是最领先的 ，credits 是最高的，哈，当周排名啊，当月排名等等的，他去做到这件事情，而且在上面可以去有 group 的一个分享。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说，他们自己有写部落格之外，他还要去 engage 一些比较 top bloggers， 比如说台湾可能是不知道巴哈姆特啦、数位时代啦，哦。等等，这些会有一些比较专业的写手，你会希望说去 engage 他们，邀请他们去写一些文章，那这个部分就必须持续不断的去做，因为你的 APP download 数使用者有可能会因为时间的替换就会往下掉，那你这个的部分需要去把这些 momentum 持续的去带起来，主要是这三点。第四点其实我没有特别写到第四点，因为它跟 APP 的 visibility 比较没有关系。只是他在受访的时候有提到说，各位在做 in-app purchase 的时候有几个可以注意的地方。我右上角写了一个，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文章去介绍说怎么样去在做 in-app purchase 的时候，你要有一些
小秘诀。举个例子来讲，以游戏来说，你可能是一开始要让使用者导引他们上手，而且很快的给他们成就感，然后呢，成就感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呢，让他们有略微上瘾，之后给他关卡。那这个关卡呢，可能又是不是那么难突破，有时要等待时间，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等待其他关卡都破了之后才能够去玩那个关卡。好，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东西。但这个 APP 其实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它的 in-app purchase 不只让你去购买 credit， 还记得吗？我如果打仗打赢了，一个 combat 打赢了之后可以赢 credit， 这个 credit 可以用来买 weapon， 来买一些装备等等等，但是没办法买到一些特殊装备。那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在很多的游戏里面都有做到这件事情，我把它通称为多层次货币系统。像比如说玩二战风云，前面有 The Singing Monsters， 我想象得到的几个都有所谓的多层次货币系统。什么意思呢？你在上面养怪物也好，或者作战也好，你会得到很多的 credits， 那你会想要花钱去买 credits， but not only that，你有一些装备，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任务，或者一些即时的这些，把时间赶快加速进行的这些东西，只有透过另外一层的货币才能够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以 Singing Monster 为例，它可能就是说一开始可能就是赚里面的金币嘛，但是有一些的东西是金币买不到的，只有你必须花钱去买钻石才买得到。就是多层次的货币系统，建立这个，就算我人耗在那边。靠时间，我也赢不了别人，好，我必须营造出这种氛围。那这个氛围在背后的意义，在 in-app purchase 的系统上，其实就是做多层次的货币系统。这牵涉到里面汇率你怎么去做折算，那牵涉到说你在做 promotion 的时候怎么去换算一个价位。那它里面的多层次货币系统是一个叫 cubes， 它就发明一个东西叫 cubes， cubes 可以换算成 credit 之外，还可以做别的事情。这是第一个，它有做的这件事情，所以它不只单纯的说啊。credit 1000块，1000多少钱，不只单纯是这样。那第二点他提到的是呢，Conquer 目前他有三种的 in-app purchase 的 items， 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比较就 persistent， 就是说它是永久性的，永久性的。那这种是 persistent item， 比如说我就是买了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就 that's it， 它不是可消费性的。那第二种就是可消费性的，就是 consumable， 比较 consumable 的这种东西。那第三种东西是比较装饰性的，好，没有真正帮助你打胜仗，也没有办法加快你的加，就是把你的防御增高，不行，它是比较是防御比较就是装饰性的，有一些人就是希望把我的城堡装饰的比较漂亮一点，武器漂亮一点，他认为卖的最好的地，目前他卖的最好的地方还是 consumable。那这一块其实跟其他 in-app purchase 的表现其实还蛮一致的，在 refresh。在那个 consumable 的一个比较会是长卖型的，你透过 campaign， 你马上就可以 drive 那些 consumer 的产品会卖得很好。所以这一点是就一些 in-app purchase 的 secret， 我用一张的方式简单稍微 highlight 这边。那 PayPal 它是采用 PayPal 的一个方式，那 Windows 也支援了像什么支付宝、易付宝等等这些台湾啊、美国啊这些比较流行的这些支付方式都有提供。我刚说要提到这个画布，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商业模式画布的时候呢，其实我在这边已经讲到几个点了，它不是，我就是我今天的主题没有在说哦，怎么让这个游戏吸引人，很酷，很有创意，我没有强调这一点，反而是强调说你怎么样去抓到 iOS 或是 Windows Phone 的潜在客户。要透过几种方式来做，像 social media 的部分，它有一些 social components， 在论坛上也好，在 Facebook 上也好，在它的 APP 里也好，要做这件事情。通路的部分，它透过 web， 透过它的一些重要的 partner， 比如说它参加比赛，然后还有 Windows Phone Store 上面的 promotion， 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造成它的 peak， 造成很多的 download， 才能造成口耳相传。要不然你造成从三个人口耳相传，跟从10万个口耳相传，那是效果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它的收益的方式是透过，主要是透过 IAP， 它没有透过广告的部分。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在这边演讲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在 Windows 怎么去 reach 到 1.1 亿的 player 里面，其实你要找到你的 partner， 这个 partner 不见得是 VC，
不见得是出钱的人，因为你想要，假设以 indie game 来说，你不想要把你的 IP 给别人，你也不想要把你的股权给别人，你要维持你自己的机动性。那你要去慎选你的 partner， 是不是你是要钱的，还是要纯粹帮你去做 promo 的一个部分？那台湾微软其实很简单，台湾微软也没有钱啊、哦，也没有钱去资助。但是呢，台湾微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可以在市集上帮你做曝光，其实有钱资助啦。那另外我们可以再另外谈，但是以一般性的讲说的做法的时候呢，我们最基本都可以做的，也就是我们要扶持台湾 local 的 game developers。他微软算是外商哈，但是我们就是在这边看到，就是说希望去看到有潜力的 game developers， 我们帮他 promote 不是在台湾 promote， 我们希望 promote 到你刚想到日本，想到欧洲，想到美国，东南亚。啊，做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几个，我们就会慢慢把这个画布做填满的一个动作。那举例来讲，关键活动我们可以在精选的部分帮你去做 promo， 搭配新机上市，比如说 Nokia 有些新机上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跟这些重要的 partner， 是不是可以同时 promo 我们的重要的 APP？ 然后下面有一个关键资源的部分哈，就是我们所谓的 bespoke， 要。转，不管你是用 Unity 开发的，你是用 Cocos 2D 开发的 ，whatever 哈，到最后要转到 Windows 平台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还是要灌个 Windows 8.1 吧，哈，还是要用 Webrun 的开发工具 compile 一下，那这个部分呢，如果你是新创公司，成立5年以下的新创公司，是以软体开发为主，我相信在座都是啦，因为在座应该没有纺织业什么的吧，对，那只要是软体开发为主的，成立5年以下，而且是100万美金的营业额的话，基本上就会有加入 Bespoke 取得正版的软体跟免费的商家的一个费用。在地技术资源，各位看到我，基本上我代表的是我们团队哈，那我们的团队有大概10几个人，目前这2年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做这2件事情，技术资源跟行销资源，帮助着台湾厂商。所以说各位如果有来自日本的或大陆的，那可能就我们这边可能就要请日本或大陆的这个微软来帮忙这件事情，但是以我们这个立场，我们会帮忙台湾的客户。那这个部分是 iOS 跟 Android 比较难做到，所以这个画布是这里。好，那好，我今天有一个 Unity game， 我今天有一个 iOS game， Android game， whatever， whatever any games。好，那你要 porting 到 Windows apps 的话，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和哪些东西是可以已经可以开始去做了哈？那我们现在如果是我先慢慢讲，如果你已经开始使用，你是用 Unity 开发的，恭喜 ，It's a snap， 非常简单，因为其实在你 porting 的时候，右边就多了一个多了 Windows Store 跟 Windows Phone 8，你就要做这件事情，把 port build and run 的时候 porting 到Windows 平台就可以了。那不仅止于此哦，那它微软总部跟 Unity 的总部在 San Francisco 那边的时候，其实做了一些协议，所以目前是 Unity 3D 4.2 版以后，因为 4.3 版快出来了嘛， 4.2 版也可以，那就已经支援这样子的模组 1A ARMS for 2 platforms， 而且不仅于此，它是全部免费的，就算如果是 Unity Pro 学校版或等等的，它基本上是免费的 在上面的。那如果说你弄免费版本的话，这个 ARM 也在上面，所以说免费版本它可能会 performance 等等的会比较不一样。那台湾微软跟台湾的 Unity 基本上也开始去做合作，那这个合作其实是从总部我们这2间公司合办的开始以来，一直到所有的分公司都开始做这件事情。那这件事像微软跟Unity 在过往9月底截止吧，然后这个大概是最近才公布的，就是他们办了一个比赛，就是把 Unity 的 game porting 到 Windows Store 或者是 Windows Phone， 那有个比赛的一个部分。那很显然，我几乎可以预见，像这些得奖的这些 game 会被 promote， 那也会去跟他们去洽谈一些合适的一些行销方式，那就是不止奖金的部分而已。所以这一块是 Unity。那不仅仅是 Unity， 其实其实在台湾，我们看到我们拜访很多这个 indie game 或者是学校，其实很多的游戏开发的引擎，我们基本上都有支援啊。右下角是说我们有支援的游戏的引擎，那其实比较多是 Cocos 2D， 今天应该有人在场对不对 ？Cocos 2D 从
version 22开始也有支援，然后我知道有些人是用 Shiva 3D 来做，那这部分也是有支援。好，要 porting 到 Windows Store 或 Windows Phone 的平台的话是要钱的，是要钱，就好像 iOS 类似，我们跟 iOS 的审查制度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也就是在你的 game 里面如果有新三色等等的，基本上我们就是有分级制度，那这个是没办法符合台湾的法令规定。那如果基本上如果说 individual 就是个人想要去开发的时候是$19，568块台币，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价钱哦，$19。然后如果说你是以公司的名义，比如说在做有一些像大公司什么新象啊等等这些大鱼等等的哈，他们以公司名义的话是$99。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如果你有学生身份，在校的学生身份，或者是你有参加 BizBug， 也就是我刚刚提到了哈，非纺织业哈，你的成立5年以下，那这部分就可以去申请 BizBug， 那这边的 Store 的 Registration 就是免费的，一年免费的部分可以取得。分章不是分章，就是拆账的方式，拆账的方式是这样，基本上大家如果在 iOS 平台可以知道的时候，不论是 Direct Sale 或者是 In-App Purchase， 基本上是七三分账。那微软平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如果你同一支 APP 的 Revenue 大于$25,000，大概$20,000以后呢，所有的之后全部变成82分账，哦，变成82分账。那这点是比较跟 iOS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那但是有一点没有写在这张 slide 里面，也就是说微软的平台是允许你走自己的金流系统。哦，为什么提这一点？因为是 iOS 是不允许的，哦，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有些 APP 可能是走现在像智邦有MyCard等等的，哦，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去做，跟它去做结合，或者是说你背后就是有一台 server 去管理的金流系统。好，哦，知道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子做的话，第一个是许可的，第二个呢，微软不用抽钱。对，就不用让微软抽钱，哦，不要让微软抽钱，所以没有什么73跟82了。哦，那73跟82只不过在于的 resale 跟 IAP， 也就是说你直接买$0.99，或者里面有 in-app purchase 的发生的交易的时候，才会变成73分账跟82分账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还是愿意走这里，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自己的金流系统，我只很会开发一个很好的游戏，好，那就不用管，你就这样子做。那有些人是已经有自己金流系统，像台湾的一些比较有名气的上市上柜的游戏开发方式，通常都有自己的金流系统，就不用走这一块。那这个刚刚有简单介绍过了，就是 BizBug 的这个创业梦想火花计划。那外面有一些那个 Serial 卡啊 ，Serial Number 的这个卡片，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拿一下，或者说你的朋友可能正想创业，只要公司成立小于5年，或年收入小，还有年收入小$100,000，然后是开发软体相关业务的话，他会去立哈。刚好提到了，就算$19，$99不说贵不贵，说贵有点贵哈，但是就是开发账号是免费的，一年。然后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Windows Azure， 就是微软的云端。刚刚我提到那个 Conquer 那个 game 还记得吗？它有4台 Virtual Server 放在云端，因为它想要打，像通常现在在 App Ecosystem 没有人说只打台湾市场的啦，一定都是打全球市场，或者说你有一个 focus 特别主要的市场，比如说日本或美国或欧洲。那基本上公有云的话就是可以服务全球的市场。那我它就是，欸，你用多少付多少嘛，公有云是这样子的部分。那如果是你参加 BizBug 的话，它每个月有4700块台币的这个额度让你去做使用，那超过之后再付就可以了。然后 MSDN 订阅服务的话，其实讲白话就是说微软的作业系统跟开发工具是免费下载的，一直都是正版的，而且是比较高阶的版本。好，那我做几个小结在这边。第一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跟大家 mention 一下，到底 Windows APP 的市集到底这个市场到底多大，或者是多小，随便你，不管这个市集你们的问题怎么问，那我是可以给出一个比较一些 number 让大家去做参考。第一个就是其实有潜在的1亿1000万的使用者，而且这是保守数字，还在成长中。然后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点是
为什么康克不选择？其实康克不选择 Android 市场，他在访问里面当然讲到很多东西啦，像比如说 fragmentation 啊，维护上的一个部分啊，然后你找不到，就是很容易被 copy 啊，等等这些东西他都略微提到，所以他其实要选两个，他就选 iOS 跟 Windows Phone 啊。那他当初在做 Windows Phone 的选择的时候，他也并不是说 iOS 做的功能比较少，其实也没有，他是同时上市相同的功能做这件事情，同样的背后系统来做这件事情。那三分之一的竞争者，这个是大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提醒大家这件事情。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在想是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说在我们在发想好的 story 啊，好的这个创意的同时呢，请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business model 的部分哦。business model canvas 啊，它是有一本书叫《获利时代》，有翻译成繁体中文版，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那微软在这边可以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哈。如果说各位愿意将你们的既有的 APP 或者说在 Windows 平台上开发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过往的案例都是你在 Unity 上成功，用 Unity 开发在 iOS 上 Android 成功，就直接 port 过来吧。这个东西可以尝试一下，说在不同的平台上，你的可见度可以变到怎么样？那这个是 Unity， 就是说台湾微软跟台湾在地的 Unity 的经销商跟主厂，跟那个它原厂的部分呢，其实我们开始会做很多的合作，会从十二月份开始，就先预告一下，会从十二月份开始做合作发表的一个部分，那会开始去做延续，然后开始做延续。那如果说各位在 porting 上面会有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它有完整的这个 porting 的文件都在上面。好，然后呢，就是 Windows 不管是注册啦、上架及免费工具的部分，其实我们的网址很简单，如果各位可以拍个照就也知道，如果不想拍照的话，其实就是 dev.windows.com， dev 就是 dev 的那个 developer 那个前面三个字哈， dev.windows.com。 那这个是创业梦想火花计划，我们外面有一个 booth， 它里面它就会有提供各位这样子的说明。那我最后再说明一件事，也就是 APP visibility 是相当重要的，在各位沉浸了很久开发之后，你可以试想一下这个让你游戏被大家看见。那怎么让你的 APP 被大家看见？我们会放在 promotion 的一个机会，其实就是透过比赛。那我们现在正跟 Nokia 办这样一个比赛，不管你是学生，不管你是社会人士，我们会去希望你们 port 到 Windows 一个平台。好，那我今天的报告就简单到我这边，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蔡先生的演讲，我们还剩一点时间就进行 Q&A。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的？就是透过那个您这边，如果走上就是 Windows A Store 或是 Windows App Store， 然后比如上 Surface 或是上手机 Windows 8手机，有办法从你这边一样再接到 Xbox Live 那边吗？就是 Live 的系统 ，Live 的会员那些的。Xbox Live 吗？如果各位有注意新闻的话，可能会有注意到，现在 Xbox One 有现在在昨天吧还是前天已经在美国上市了嘛。那 Xbox 我就知道有人问这个哈。那 Xbox 的话，基本上目前推出一个叫做ID at Xbox 的 program。 什么叫是针对 ID？ 就是 individual 那个 ID 哈 ，individual 也就是 indie game developer。以往要在 Xbox 上去做开发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比较辛苦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申请过，那个是很辛苦的。那现在 Xbox One 现在开始去开发这个 individual gamer。那目前在台湾其实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大家如果现在手机还开着，电脑还开着，你找ID at Xbox 就应该可以找到申请的部分。那这部分如果说各位在 Xbox 上开发有兴趣的话，可以做。这第一点。第二点，回答这位先生的问题，未来是会走 Xbox One 的部分。Xbox One 的平台的 core， 也就是它核心的部分，是两种核心，一个是 Xbox 本来 kernel 的核心，另外一边是 Windows A。好，我只能讲到这边，因为它的想象空间就会很大了。
比如说假设你现在已经破译到 Windows 平台之后，那未来走向透过可能 console game 或 TV game 的方式去不同的 channel 去 reach 到不同的使用者，那这个空间就想象空间就会有，那只不过是详细的 program 跟技术细节目前其实是未知的，目前未知，我们只知道是刚我所说的那些部分。好，那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其他的问题想要提出来？之前跟 Microsoft 与 Sony 在开发 console game 的时候啊，他们会有一套很复杂的 QA 与 QC 系统在发售之前。那这个情况大概会跑一年，可是它会针对游戏的各种规则跟玩家回馈，那回馈到开发商这边，那会持续的做游戏的修改。那我想，因为我在 Indie Game 跟 APP 的这一个领域上看到这一块似乎是比较缺乏，那想请问一下，就是台湾微软这边有没有针对这边有什么计划？请问你是问 Console Game 的 Feedback 系统还是 APP？ APP 吧，因为目前我看到 APP 是没有的。所以你的问题是说，希望看到说有回馈给 Game Developers 的回馈的部分。是的。APP 的部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APP 的部分蛮特别的是，我们的 Dashboard 不只是显示说什么下载数那些等等的，我们有收集所谓的，比如说你的 Crash， 或者说你每个使用者的使用量，每一天的 Daily Minutes， 我们都会显示在 Dashboard 上面。那回馈的部分，像改进的部分，除了最基本的 Rating 跟 Review 之外，我们会去收集。如果说开发者 APP 的开发者同意的话，你在上架之前可以勾选，可不可以让？要不去收集使用者 crash 的问题也好啦 ，no response 的问题也好啦，这些东西你可以把它收集回来作为你改进的参考。那东西会包成 cap 打，那就把它打开 ，Visual Studio 打开，也就是说哦，原来什么时间点做了什么事之后 crash， 或者是 no response， 或者是不预警关闭等等，这东西会帮助使用者开发者去改进你的 APP。有时间的话，我可以秀给你看那个 dashboard。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好，那如果有问题。我们私下都在这边，所以说如果有想要直接跟我谈，或跟我们的部谈也都可以，欢迎直接来找我们谈。好，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戴先生。